喽，小朋友们，小童姐姐收到了全新的玩具，哇哦，是灵动创想系列的奥特罐，还有奥特机甲，听说超级好玩呢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首先是这个奥特罐，哦，后面是它的种类介绍，一共有六款。德塔、瑜伽、杰德、罗索、萨罗、泰迦，不知道我们的三款会是什么呢？哦，三、二、一，甜甜出生了。现在他们是三个罐子的形状。首先来看第一个，按下这个按钮。咦，竟然是背影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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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哇哦，出现了，是新生代罗索奥特曼。第二个罐罐里面会是谁呢？准备。哦，好帅呀，这是泰罗的儿子泰迦奥特曼。第三个罐子，哇，咦，他的出场好特别呀，眼睛非常的狭长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他是哪位奥特曼吗？嗯，接下来是更炫酷的奥特机甲，同样拥有六款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迪迦的复合形态，还有赛罗奥特曼。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两辆黄色的，它好像是飞机，它们能进行一键合体变形。来吧，展示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三、二、一。天啊，这也太酷了吧。哦吼，迪迦奥特曼真是。再来看这个灰色的小零件，哇，快看，是帅气的赛罗奥特曼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是这些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更多更好玩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